近几年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不断受到关注，高中生、大学生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。美国两个州已通过法律，给予学生请心理健康病假的权利。青少年为何会面对如此大的压力？家人、学校和社会应如何帮助他们呢？家国纵横，星期三东岸时间晚上8点，西岸时间黄昏5点，为你探讨。